北京的李亚男。嗯，保级杠的比赛开始了。北京的李亚男。单杠三百六，屈身上，倒立，单杠弧形抓高杠，屈身上倒立，向后打环，屈两周，下。啊，这套动作完成的不是特别的理想，这个高低杠确实是女子体操的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项目。